爸，你为什么拿钱给白雪亮离开我？哎，走！你，白雪来找我，刚好碰上我妈妈跟猴子，白雪误会还债的事情，我妈妈也有份，所以她就说了出来。妈才不会像你一样的，做那么卑鄙的事！ 你，哎，安生，你，你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？王叔叔，我的口气怎么样？子豪，子豪，你不要这样说嘛，他是你爸爸啊。所以你们都不要管了，这是我们家的事。你们家难道不是我们家吗？你是我弟弟，他是我爸爸。 王叔他是做了一些事情。 对你来说，或许你不喜欢，可是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。荣高，你怎么也帮爸爸说话？难道你忘记，他也曾经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？你明明是他亲生的女儿，他连认都不认，反而串通大家来说你子豪。王叔，你让我说好吗？我承认，当王叔他不肯认我的时候，我跟你现在的反应一样。 我生气，我失望，我痛恨，我甚至离家出走。可是后来我了解一件事，王叔他之所以会这么做，他是想避免造成一些问题。会造成什么问题啊？我和妈都接受你啊。你和王妈妈是不是搬出去住？这是个问题。 所以我相信王叔他这次去要求白雪，他这么做也是为了顾全大局。对对对，荣光说的一点都没错。子豪，你爸爸会这么做，完全是为了整个家着想。如果真是为我们整个家着想的话，那也得顾虑到我的想法吧。爸，你为什么不能跟妈一样，设法去了解白雪，而只是一昧想尽办法要把我们俩分开啊？ 王叔，子豪说的倒是真的。当初我知道了我自己的身世以后，如果你能够告诉我你的为难之处，就算你不认我，我也会体谅你的。荣高，我完全赞成你说的。可是白雪她是什么样的背景？她那种出身，叫我们身为父母的怎么能接受？王叔。 你可以试着去了解白雪。真的，白雪跟我是好朋友，我就觉得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，跟你们想象的绝对不一样。就算不一样，我也是无法接受。对啊，白雪跟我也算是好朋友，我也觉得她人不错，只是要让她跟猴子在一起，我也没办法接受。 哎，我是不要你管了，我才懒得管你嘞！干什么？没事干了。爸，我不要求你现在接受白雪，可是至少你可以先去认识她，了解她吧。叫我到茶室去了解。子豪，白雪可能是你们口中的一个好女孩，但是她身上的污点是永远洗不掉的。 江刚来了，大家谈的挺不愉快的。没什么事，真的没事，江刚。爸，真的没事。江刚，真的没事。
怎么，你希望有事啊？不，我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我是担心任礼跟湘云之间会有什么状况。今天是子侯的事儿。子侯，好了好了，以后再谈吧。哎，任礼留下来吃饭好了。湘云离开之后啊，你就没好好吃过一顿饭，让老朱做几道菜，好好的吃吧。哎，没问题没问题，我亲自下厨房弄几道好吃的菜。哎，别忘了红烧狮子头。哎，红烧狮子头。真无聊，有什么好笑的？哎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没事啊。没事，你看你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哎呦，干嘛干嘛，叹什么气嘛？荣高，我觉得我们之间好像有距离，我配不上你。是什么原因使你产生自卑感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觉得你自己长得不够帅，对不对？哎，荣高，不要开玩笑了，我是说真的啊。好嘛好嘛，你到底怎么了嘛？我今天听了你跟子侯的话，我觉得你的思想比我还要成熟。那叫什么成熟啊？那只是我曾经经历过，所以比较能体会而已啊。那就够啦，有些事我还不能体会过来。哦，什么事啊？阿晴吗？哎，荣高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张大怪，平常都是你在劝我的，讲什么人生大道理给我听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阴阳怪气的。我只是认为你的成熟度好像不需要我似的。我原本以为什么？以为我什么事都不懂，以为我事事都依赖你。这是应该的啊，我是男生啊。你呀、啊，你沙文主义太重了，哼。进来啦。来，菜来了，来，再过去一点。哎，对了，老朱啊，狮子头，狮子头好了没有啊？哎呀，狮子头来了，来来来，狮子头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老朱，你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哇，好像好像，倒快点馒头拿一过来。我来，来吃吃吃。张叔叔，哎，好。哎，等一下啊，哎，张刚啊，你是嫌我做的菜不好吃啊？就是看到狮子头。哎，不敢，只是老朱的狮子头比其他菜重要，对不对，任礼？啊，一点不错啊。哎，张刚啊，你越来越像你那个讨人厌的老婆了。哎，美玉，秀金跟你之间是一回事啊，你们动刀动枪都没关系，可是不要老在我面前提她不好啊，好歹她还是我老婆啊。哎呀，是，我又没有说什么啊，秀金她。好了，你们别老婆长老婆短的好吗？这刺激我啊。啊，来吃来吃，大哥你吃啊。哎，你们慢慢吃啊，我要出去了啊。哎，美玉啊，你要出去打牌啊？我早约好了嘛。哎，你们不要等我啊，你们吃啊。哎，不要管，我们吃啊。好。哎呀，真好啊，做的小大碗，又不说话，吃，来吃啊吃。哎，你们想想看，我掉了戒指不说，这个秀金呢还认为我要非礼他，这不是无聊吗？这。
好了，甭提这个了，孩子们都在啊。吃菜，来，哎，美玉，你不要出去吗？怎么了？算了，我不去。今天张刚跟任理来，我怎么好意思走啊？对，吃啊！看到没有，老朱这个老婆多好啊，咱们怎么比得上啊？别提了。你懂什么？你还在笑？任理啊，你今天心情特别好啊，很少看你这个样子。哎，对啊，因为荣高啊，他总算把我当他爸爸了。任理，有吗？怎么没有啊？他对子侯说啊，你家难道不是我家吗？你是我弟弟，他也是我爸爸。哦，对，荣高是这么说的，可是这不能算啊。荣高，不管算不算，对我来说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够真正的喊我一声爸。王叔，会的，人脸急死了。来，喝酒。哎，对，喝酒。来。哎，平常屁这么多，今天怎么闷声不响，恨都不恨啊？爸，我说完你骂我，不说完你也骂我，那我怎么办啊？你呀，要追荣高，赶快敬他酒啊。张叔。大鼓桥可以看一下，来这看，来算便宜点，老板，这烟多少钱啊？老板，这烟多少钱啊？老板，贵店，后来要给你买东西了，你还问我几点？嘿，谢谢潘先生。哎，要这种的，要几件啊？老板，你怎么这样做生意的？我不买了啊！老板，那个，阿才啊，你是怎么了？我看你魂都没有了。关你屁事啊，奇怪啊。我是要你好啊。你少说了。少说。去。张妈妈，我看啊，朱妈妈今天不会来了。生意好高明，如果她真的来吼，我倒会好看。你在做什么生意？
什么啦？赶快走，你赶快走啦！你昨天晚上为什么没来？你赶快走，赶快走啦！你到底为什么没来嘛？我，你走，你走啊！哎，阿彩却好自然的看你那么早起。昨天晚上声音不好，我就早点睡了嘛。荣哥，你看一下啊，我到里面帮你办啊。我要买馒头啊。你跟荣哥买是一样啊。对呀、啊。买几个馒头啊？两三个。两个怎么够啊？张叔他一个人就要吃两个，我给你拿五个。好，五个。我哪敢啦、啊！我是路过他们门口，硬被他们拉进去的嘞。嘿，那三八查某人叫你去吃屎，你要跟伊吃屎不？哎呀，这馒头跟屎的这差真多呢。差偌济？他们家的馒头就跟屎一样的那么臭了。我告诉你，馒头摕去喊伊。哎呀，姐呀！啊，叫停下来，你听我呀，停下来呀！哎呦，姐呀，这样不太好吧？都已经买了，不吃就放着嘛。还给他。姐啊，不要这样子嘛！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都已经吃过了。为难你，我看你是去吃了路顶水啊！来去那个狐狸精，你袂敢讲讲信信啊！来，我跟你讲，你吃什么馒头哩？哈！伊吃饱营养无代志，就跟你亚夜市场去买衣服啊！哈！我介绍优秀狐狸，你偏偏不要。无讲无想到，愈讲我愈想到。你上次在夜市场，你骂那个优秀的，是不是那个找我教你这么做？姐啊，你不要冤枉人好不好？美玉才不是你说的那种人了、啊，人家哦比你讲理比你正常多了啦。你说什么？他比我正常哦。没有，我没有说什么。没说什么，你等着你姐操你娘！哎，做什么我叫我听，做什么你姐我听，上面我。姐，馒头要钱买的啦。我管你要不要钱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要是跟那个美玉哦没有怎么样最好，要是有怎么样的可以和我抢掉哦，我告诉你哦，你改一个，也是个做歹看，你气看卖。插高一点好看，还是低一点好看啊？都好看了。哎，妈，你跟白雪聊过天，你也看过她了，你感觉她怎么样啊？很好啊。妈，你别老是很好很好嘛，到底怎么样啊？子豪，妈只见过一次面，是没办法完全了解的。可是妈，你可以就你第一个印象谈谈看你对他感觉如何啊？这第一个印象啊，很好啊。哎，妈，你看你又很好了。子豪啊，你为什么急于想了解妈对他的看法？这个对我很重要啊，妈，你要喜欢他的话，我就可以跟他在一起了。那妈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我觉得白雪是个很不错的女孩，妈不反对你们在一起。真的啊？嗯，当然是真的了。你没有骗我？太好了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跟爸不一样，爸他只会骂我，而你啊，你最会懂得关心我了。你错了，就某些方面来说，我跟你爸爸的看法是一样的。妈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
你告诉我，你要怎么去找白雪？到茶室，跟她约会。我倒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所以啦，你问我对白雪的印象怎么样，我能怎么回答？我只能说她很好了。妈，对不起哦，我只想到眼前的问题而已。你呀，是被爱冲昏了的头。子侯，你看这盆花到底插得怎么样，漂不漂亮？花，我也看不懂啊，我看还是找爸。妈，对不起哦，我说错话。没关系了，啊，我要出去了。嗯。你不会出去吧？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去办点事情了，你如果出去的话，留张字条给我啊。好啊。我走了。嗯。仁礼，到里面坐吧。我们可不可以找个地方谈一谈？想不到咱们夫妻间的谈话还得到荒郊野夜来。哼，子侯他还好吧？他很好。你对白雪这件事有什么样的看法？假如抛开他的背景不谈，白雪是个不错的女孩。只要她有这个背景，就不能算是个好女孩。假如白雪没有那个背景呢？她已经有了，她可以脱离啊。就算是脱离，她还是存在啊。湘云，你的态度怎么突然改变了？你不也是反对子侯和白雪的事吗？是什么使你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抛开我自己的立场，试着去了解白雪而已。湘云，你厚此薄彼啊。我？没错，你可以抛开你的立场试着去了解白雪，可是你却不肯来了解我。假如你抛开我和文娟的事儿不提，我这个做丈夫的应该是没话说，是不是？可是你跟文娟的事实是存在的。对，我刚才也说了，不管怎么样，白雪的背景都是存在的，可是你却愿意为她辩驳。湘云，你会去了解白雪，那你为什么不试着来体谅我呢？我不想再提我们之间的事。那要什么时候再提呀？湘云，难道你惩罚我的还不够吗？你不在的日子里，你知道我过得有多难过吗？你让我一个人待在那么大的屋子里，没有人给我倒茶，没有人给我拿拖鞋，更没有人给我放洗澡水。当我坐在餐桌上的时候，面对这空空的位置，我能吃得下饭吗？不要再说了，仁礼，不要再说了。湘云，你现在也是一个人睡，
我不相信你能睡得着，我不相信你没在我怀里你能睡得着。我不要你说，我不要你说这些。湘云，回来，回到我身边来，我需要你，这家也需要你，让我们再跟从前一样。我来不是谈这些的。湘云，就算你可怜我、同情我，我……任离，我需要钱。我知道你需要，我已经替你准备好了。以后每个月我会给你10000，到你回来为止。任离，我需要的是100000块。10万？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你不要问，我需要就是了。不行，你不说我就不给你。我要买房子。买房子？有这个需要吗？公司里面空房子多得很，你随时可以搬进去住。我喜欢我现在住的那间。好吧，我叫张刚去处理好了。不行，我要自己处理。湘云， 这不像你。你不要管像不像我，你只要给我钱就是了。我不给，除非你告诉我这10万块钱的用途。我相信你绝不是要买房子。我，好吧，我需要这个钱是想处理白雪的事。白雪的事？嗯，我要她脱离那个背景。我不答应。任理，你本来不是也想拿钱出来替白雪还债的吗？我拿钱出来是要白雪离开子红，不是要他们在一块儿。你就当做一件好事不行？哎，你清楚一点行不行啊？这不是好事，这会害了子红。子红是你儿子。我就是清楚，我才来要求你，否则我根本不会来见你。小女，请你不要说这种赌气的话。我说的是事实，要不是为了子红。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们回去吧。我需要10万块。我不会给你的。任离，10万块钱对你来说不是个数目。不然这样好了，你答应我，我就带子侯回家。我说了就算。就算你带子侯回家，我还是不答应。湘云，湘云，湘云，想念你的，想念你的，我爱唱的那一首歌，蓝色的街灯，你也在街头。哥，你干什么？你不要说话，不破我思绪。你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想办法啊。你？你比我聪明吗？你比谁聪明啊？我，你看都是你啦，害我刚刚想什么又忘记了啦。你在想朱荣高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比你聪明啊，真是受不了。哎，阿提妈，跟哥哥讲，我要怎样才能去找，知道吧？阿提
呦，走路去啊，去大院找他。哎，不行啊，我又不能像你这样子，没事就跑去找大冠，这样子太没有水准，太没有格调了啦。人家大冠就用这套来对付朱文刚，所以他们现在感情才会这么好。这种感情没有根基，结束很快的。嗯，等你有根基啊，人家说不定都结婚了。不会的，荣高是个聪明人，他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。哥，你千万别告诉我他需要的是你。他当然需要我啊。哎呦，你有什么好让他需要的？就我才在想，你不要吵我好不好？哎呀，Kim啊，是好难想哎，女孩子到底需要什么东西啊？女孩子啊，漂亮的衣服。荣高不喜欢。化妆品呢？荣高不喜欢。首饰。荣高不喜欢。希望和赞美。荣高不喜欢。哎呦，那到底喜欢什么啊？一个女孩子没有这些东西，那活多没意思啊。荣高就活得很有意思啊。他怪胎。他这个怪胎，我喜欢，大冠也喜欢。对呀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你们都很喜欢朱荣高啊？你应该好好想一想，为什么大冠不喜欢你？难道知道了吧？大冠不喜欢你这一型的，多花点心思吧。说你笨，不信。不喜欢我这一型的，要怎么样荣高才会需要我？兄妹两个在干嘛？阿木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你爸不是让你去帮他修水电吗？知道了啦，我知道了啦。那你还不赶快去？要去了啦。哎，有了，修水电。他怎么那么高兴？你姐姐呢？在房间里。哦。大冠哥哥，你会不会打弹珠？开玩笑，当然会了。来，月亮给你看。看到没有？哇，好厉害啊！哎，你爸妈呢？他们也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哦。好吧，你自己玩吧，我去找你姐姐啊。我最喜欢这味道了。你要吓死我啊你！对不起妈，让你知道我进来，我就没有办法闻到你身上特殊的味道啊。什么味道？有啦。你不要闻了。就是那个面粉味嘛，好好闻啊。我每天做馒头，当然有面粉味啊。我就喜欢这个味道啊。不错嘛，不是蛮舒服的。哎呦，参观一下会怎么样嘛？或许以后是我们的洞房哎。张大官，你不要乱说了，我爸他在隔壁睡觉，他会听到的。哎呦，要是朱伯伯在隔壁睡觉，我哪敢进来啊？哎，荣高，出去啦你！哎、你干嘛闪我嘛？我们都已经什么？请你出去。好嘛好嘛，出去就出去，好像我要干什么事的。哎，大冠，你干什么啦？你干什么啦？大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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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头晕了，哎，跑不掉了吧？哎呦，好痛啊！啊，痛死我了！大冠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哎，荣高，这边骨头最脆弱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就是知道那里痛，我才踢那里啊！痛死我了啦！姐，大冠哥哥怎么了？是不是跌倒了？跌倒？我给踢到地方了。你活该。嗯，我是活该。你就是这样子，也难怪我心情会不好。喂，你心情不好是昨天的事，少拿你的不良行为栽到我身上来。哎，本来就是啊，我心情会不好，就是因为你让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安全感啊。安全感？
对啊，你这个人一下好，一下又不好，捉摸不定，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。拜托，这种事还需要讲吗？当然要啊，你不讲，我就觉得不对。所以只要有一点的事，我就认为我们将来一定没有希望。大冠，你好无聊哎，你真是……哎，不管我无不无聊，我一定要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。哎呦，我给你的答案还不够，那你还要我什么呢？我要你说出来。说什么啊？说你也喜欢我啊。我不要。你看呐、啊，你就是这样子，那以后我的心情怎么会好得起来？你无聊了你。姐，你说嘛。平道，你出去玩啊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行啦，他是这人。对，我是这人。嗯。我偏不说。哎呦。龙哥。哎。阿木。阿木。龙哥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。你的拒绝又让我燃起一线希望。哇，在找恋爱。老大，你快快干嘛？哎，喂，干嘛？你话说完了吧？该走了啦，去修你的水电啦。对不起啦，我今天专程来的啦。哥，你在水电有没有什么需要的？需要？什么需要？例如漏水漏电、开关坏啦、灯泡不亮啊、水源不响啊、水压不足啊、电力不够啊，等等一切的一切，只要有关于水电方面的疑难杂症，我都可以替你解决。谁叫你来的？没有人叫我啊。我知道你一定需要我。哦，我懂了，你要免费修理是不是？看似免费，其实啊，代价是很大的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废话少说了啦。哎，龙哥，没关系啦，有什么坏的地方告诉他。对啊，反正他们就没差不多东西。不好意思吧？哎呀，没关系，不修白不修嘛。对啊，对啊。姐姐，宝宝发现你的身上。一下亮，一下不亮。你看，我就知道。你看，我跟你讲哦，你等天气不亮，听到？那带我去吧。还需要给他钱，你想好了？哎呦，我吃你一下馒头，就会给你钱。当然要啊！哎，我帮你做的面嘞。开玩笑的啦。啊！我住店了啦！想念你的，想念你的，我爱唱的那一首歌，蓝色的街灯，你别在街头。哎，麻烦你帮我叫一下白雪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等一等。哎，白雪，他不想见你哦。哎，现在还没有上班，你不准进来。他为什么不想见我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要进去找他。哎，你不要进去啊，被我们老板看到会骂死我的。白雪，你为什么出来见我？哎，白雪，哎，拜托，你不要害我们好不好？你想见他，晚上可以过来啊。你点他的饭，他不见你也不行的。拜托，你晚上再过来好不好？没有，哎呀，哎，
哎，谁呐？你两个串通了？哎，就拍谁了哈？阿仔给我拜托你了。哎，知道，谢谢。哎哎哎，没有没有。哦哦哦，来来来来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谢谢啊。没有啊，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嘛，啊？我们不能谈啊！我说过，我们这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哎哎哎哎哎哎！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没有啊？既然没有，那你躲着我干嘛？ 干嘛了？好，我们先上车，来来来来，先上车啊！我们先上车，我只想跟你谈谈，我发誓，我绝对不碰你。你从一开始就这么说，结果呢？这次是真的。哎，美玉，拜托你了，我们先上车，这边人来人往这么多，碰到熟人怎么办？你上车吧，啊，上车。 哎呦，我求求你好不好，姑奶奶，你上车嘛，来来来，上车，上车嘛，上车嘛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哎哎，对了对了，来来来来，上车，坐坐坐坐，来，哎，奇怪，美玉跟阿才去哪里了？